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好，那今天再继续分享兑换码。那今天这支影片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七个兑换码，那么一一试试看能不能用吧。好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试啊。好，第一个是 MODIDAO。好，好有，这是成功的哈。然后这是什么呢？好，一样。跟昨天发的影片一样哦，十字印一个，然后超级历练丹三个，魂光30，铜钱3000 ，OK， 好，再来是这个一大一，然后 DMUND， 然后大 D， 好，我不知道不晓得要不要打一样的啦，所以大家还是照着打一样试试看。OK， 有，好，这个有齁，看起来应该是，哦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是，这个是什么？碎岩之铁，好，碎岩之铁一个，然后再来是铜钱，铜钱2000，然后魂光10个 ，OK， 再来是第三个 LU 这个。LUFUREN OK， 有，这个也是好成功的哦。这个是暗铁跟魂光2000啊，魂光10个，然后铜钱2000 OK， 再来哦，这是大放送哎。好 SANJIENIUBI 确定 OK， 也有好，这个是 OK 一样。魂光10个，铜钱2000，然后耀星之铁。好，来下一个，感觉是无属性的哦，无属性的东西。好 ，D A X I A N G G E。OK， 有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。哦，这个是雷属性的材料。然后铜钱2000，然后魂光10个，好，再来剩下最后两个 ，W A N G L A N H U A X I U L I，OK 也是有的 ，OK 这个是含铀之铁，然后一样铜钱2000，魂光10个，好，最后一个 N I U R O U M I A N。OK， 通通都有。OK， 好，这个是哦，这个也是耀星之铁，然后魂光2000，然后魂光10个。好，好，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这样看得大家看得到吗？我移一下，看不太到，背景太亮了。三合去猎星啊。OK， 那就是这一集的。兑换码就这些个，总共有7个。OK， 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记得啊，就是大家用手打哈，用复制的可能会没办法兑换哦，用手打的哦，辛苦一点，用手打，或者是复制我底下的那个兑换码之后，再删掉一个字母，再打上去最后一个字母，这样也可以。好啦，大家都这样，大概就这样子啊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